山的旅客注意，进站后麻烦您直接左转，左转直走到底，右边有座桥，可以通往新站。请要到新站的旅客注意，进站后直接左转，左转直走到底，有一座桥通往新站。新站目前位于我们的左前方，请你向左边行走，谢谢。进站后麻烦您直接左转，左转直走到底，有座桥通往新站。有座桥可以通往新站。